我这是第一次坐这个滑翔伞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感受非常好。我的这个教练 Anatoly， 他非常的，他的技术非常的好，而且他带我飞到很高的地方，能看到，卡斯别克的雪山，而且整个旅程下来，我觉得我是就是体验感也非常的好，然后，整个的行程非常的愉快，然后，如果你们来这里。做这个滑翔伞旅行的话，我非常推荐你们来他们这家，尤其是我的 Anatoly 教练，他实在是太棒太优秀了，然后希望你们也能来格鲁吉亚旅行，然后在这里做滑翔伞，这样。 So guys, with Paul, Scott wanted to do it.